明星和演员永远都是两个职业吧，爱豆才需要人设，好演员从来都是选择。直接这样抹吧。道哥一盘黄渤之后一定会红。正好这是一个敬业的人，他将来一定是有成就的。什么1000、1万的，长得你甭管。但是光一给好之后，绝对是一大侠。靠存拍打戏是偶像包袱太重。你进来了，你都进了学里。啊！就这样，这样才是残酷的。袁立清在排练时划破手指，差点当场去世。先去吧，因为先去医院。从跑龙套到影帝，他经历了14年演技的磨练。第14届电影频道电影百合奖优秀男演员奖获奖者是陈创。恭喜陈创，我们有请获奖者上台领奖。女演员拍戏时台词却用数字代替，6、7，就是他90够大，我也不能完成最后3轮的来，所以我劝大人。没有黄渤驾驭不了的方言，你这个流氓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个无赖，我告诉你，你个强盗，你一点教养都没有，你干什么呢你？我告诉你，你们那这一般人没有。市井小民被他演活了。刘备是谁？你个白毛子！刘备你不知道？岁岁没看过啊？老刘嘛。刘备那就是你这个行业里边的不是爷。那第一回听说。那个刘备他卖过草鞋啊，走过破烂，那当然就是你这个行业的不是爷嘛。可一旦正经起来，最佳男演员黄渤。The winner goes to 黄渤。我跟你说，中国这个地方几千年了，来了多少想欺负我们的外国人？最后等着的就俩字儿：滚蛋。邓家佳仅凭眼神就能让人感到绝望。张美琪手被划破点皮，竟让全剧组等着。吴京夸赞吴孟达太敬业。什么叫走？我跟吴孟达学的。这么回事？人家是来的是现场，不带剧本。OK。对手的剧本都很清楚。孙子义在拍戏时为了好看私自改动妆容。为什么今天可以一点都不黑呀？对，小偷不需要整那么黑，我又不是乞丐。那你是谁呢？你到底是导演还是演员呢？演员。那你为什么可以随时改的呢？没有人帮我做黑，今天不是临时演员，是我们自己要去找老师化妆的。你要什么所有人去请你去啊？张钧甯就算哭到鼻涕流出来也丝毫不影响演戏。听过拍吻戏结尾的，没听过吃东西也可以结尾。纵然假吃的如此明显，却丝毫不影响大宝贝拿百花奖。在电影《人在囧途》中，王宝强喝下一桶牛奶。
几乎是一样，不过中间也有一个闪的，但是喝的时候就是喝到自己撑胀了不行了，喝不动了，就不喝了，但是效果还挺好。后来从此之后我再也不喝牛奶了。苏妍飞在充当猪八戒角色后拒绝出演，佟大为直接怒骂：“我不想演，那你想不想被甄别掉？选择不演就是自动，就这一次就不用考，甄别的就是你。”但这跟考试无关，这只是我们选一个角色，这是我们教学组定的规则。哎，反正我就觉得这是不公平的竞争。爱演就演，不演就滚蛋。鹿晗高温天气穿厚重的服饰，这衣服好像不透气。马甲热，对，衣服热浪从我衣服里往外散，持续一周两周持续还练，对，一定要瘦一点，超级入戏。而吴磊拍马战炸伤脸，但全程坚持拍完。你痛不痛啊？不痛，不痛啊。我这被炸懵了。点了吗？在我这儿。我会很快，我可以再来，金哥。你别着急，别着急。来吧，没事。虞书欣和搭档排练时矫情喊痛，荣誉小都看不下去了。你力真的太大了，志磊。过位，然后踢，打。哎呀，你看，我说了，不要这样打了。好了好了，别娇气了。拍武打戏就是这么痛啊！拍武打戏都是演员浑身都是伤的，吊威亚比这疼多了，比这疼10倍。